红腾精密科技6088，市值81亿元，账目原为美元。为方便阅读，本栏概节为港元。2021财年12月年结上半年，红腾赚0.72亿元，下半年大赚10.06亿元，是上半年的14倍。正一，红腾是台湾红海台2317，市值4.01万亿港元，旗下公司生产连接器，用于资讯科技、通讯及自动化设备、精密模具、汽车及消费电子等，现价1.14元，较2017年 IPO 价2.7元大潜水近60%，较历史高价7.38元大跌8.5%。二，2020财年受疫情影响，红腾纯利3.33亿元，按年大跌82%。2021财年营收351.6亿元，微升4%，纯利10.78亿元，激增2.2倍。盈利中，上半年0.72亿元，只占7%；下半年10.06亿元，占高达93%。以去年全年盈利计，红腾 P 7.5倍；以去年下半年盈利年度化计 ，P 只有4.0倍。过去6年平均 P 22倍。无论用哪种盈利计，现时 P 的折让都极具吸引。三，红腾更吸引的是 PB 低至0.43倍，较6年平均1.38倍折让70%。四，冇企红海往即 P 10.4倍 ，PB 1.09倍。姊妹股富智康2038，市值86亿元 ，P 18.1倍 ，PB 0.50倍，都是红腾估值最吸引。五，红腾美中不足的是，连续3年股息欠奉，10全10美的股票的确难揾。赚钱之神邱永汉1924到2012，金句揀股有如揀老婆，有时要眯起眼睛，容许少少瑕疵。红腾去年底净负债，股东资金比率仅24%，财政稳健，他日随时可恢复派息。六，红腾市值只及红海的0.2%，堪憧憬由红海养大。红腾现价1.14元，只及历史高位的15%，目标1.89元，潜在升幅66%，折合 PB 仍仅0.70倍，只及往年均值的1半。招银证券上周睇1.76元，中金上周睇1.35元。同长嘉影北京汽车1958，H 股市值65.3亿元。H 加号内资208亿元，上周4晚宣布末绩。上周五股价平收2.59元。2021财年12月年结，北汽营收1759亿元人民币，微跌1%，纯利38.58亿元人民币，激增99%，受惠于政府补助大增，汇兑得益，往绩 P 4.4倍。过去6年平均7.6倍 ，PB 低至0.32倍。过去6年平均0.82倍。北汽例牌不派中期息，今次末期派0.16元人民币，0.196港元，大增100%，股息率7.6厘，较6年平均高出3.7厘。北汽现价2.59元，目标3.65元，潜在升幅41%。折合 PB 仍仅0.45倍。野村上周五睇3.78元。瑞穗证券上周一睇4.2元。